手，然后看看阿翔也是一样，那踩一下蹦着人家，我看他们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中国武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啊，你们今天是还是，可是因为我在乎不太比较不敢，有一天你们一定要这样去干这种事情，好不干？对呀、啊，好了，开始。饿死了。这边对抗，其实你要走要会用这个走，你把它定住，就是说定住的话，你看其实它不会去转弯，那你走要会用，走要会是用这个走在转换，而不是用这个在动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在动跟这样在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他那个手腕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张俊龙的拳就是手腕动作。看我在做这动作的时候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就不知道，因为这种东西你到底知道什么？其实就是在控制手腕，因为你不知道手腕运用的时候，像这种东西，其实你手腕都很，你阿翔应该都有，只是说你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手腕。有，像刚刚我要变化的时候，其实阿翔。但是问题是你是想在这边变，其实不对，从这边从这边移开的时候，从这边移开的时候，你这个手腕就是两边要互相搭配。你如果在这边转，它就有办法控制你。对啊，像他经常左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你看你这样你自己跟他抓的时候，你是这样在动嘛，其实不是，你不要动，你手腕，你手腕，你这个你这个这个一开的时候，瞬间瞬间手一连接的话就出来了。手腕就是说，所以为什么松很重要？就这个地方，你松不是说不是说只有我这边这边松一点，你松的时候这边要知道。抓住你，对，对，哎，真的。所以你看、哦、如果说你让你让手腕手腕修开，对对，类似这个，你懂意思吧？嗯。就是你的肘，你这边，收起来，哎，这边你不要在这边跟他对抗，这样跟对抗的话，一样嘛，他就是一比一了。但是我如果这样的话，你那个角度一背，啪的，我瞬间手腕一带，因为你们手腕都不错。算这一带，你看，你看，搞不好你手这样扭到。你懂意思吧？你知道有那个手套就更难。不是，不是，手套那更简单，它更容易受伤，因为它抓住你的时候是手套，因为抽不出来嘛。你其实从虎口抽啊。啊，那你如果说从这边的话，你要知道说它虎口在哪里啊，或者说每次虎口都有反射，就是有点类似擒拿，类似擒拿。但是问题是说，你这样跟他对抗的时候，你当然跑不掉，因为是一比一嘛。你懂意思吧？但是如果说你这边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，对吧？我这样这样跑，这样跑，这样跑，我这样这样转，我就用肩膀带着你的手跑，我瞬间转动，瞬间手转动，说完你转动，而且不是开而已，搞不好对手会受伤。这个就类似像柔道一样，柔道你不能拉衣服，不能拉衣服卷起来一样，你拉衣服卷起来，哎、欸，挂的话你整个手指都也不打动。类似这种概念，柔道衣服抓不能卷哦，卷就犯规了。